髋关节啊，按你髋关的中间哦，脚小啊酸酸，啊麻烦咱中医双的副医师帮我看。髋关节吼，你要有较歹啊，所以帮我一把条调整，调整了感觉人足舒、足舒服、足爽快。很多环保菩萨他们问题的是，胸高者啊，反复的肌肉的劳损造成的就是筋的脱槽啊，还是骨的错位，也是身体是慢慢累积，它是。累积下来之后，它才爆发酸痛。那很多都是一个诱发点，让它整个痛起来、酸起来。物价爱物价的舒缓这样子，他刚好有时间，所以我就可以来这边服务。这一次有医生，所以我比较轻松，酸痛啊，睡不着觉了。这是一个营队里面最常见的。就是平安度过了这三天的营业营队。药师姐有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可以让他立即的去改舒缓。